刘玉茹，你都打扮了快一个时辰了。你记着我同你说的话。行了行了，到刘家要亲自扶你下车，见到你父母要彬彬有礼，对你要温柔体贴。一睁眼就在你眼窝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别的也就算了，我父亲最在意脸面，你见着他务必要敬着些，不能像直呼公公名讳那样对我父亲瞪眼呛声。好，包你满意。 还有啊，郎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跟我表现出一些新婚夫妇的情态，好叫我母亲安心。刘玉茹，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？我可是正经人，我跟你说。算，没打算你试试一周。那你要是准我10日假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你想得美。 我可听说你爹是有名的宠妾灭妻，对你和你娘一点都不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他的面子？是我母亲身子弱，不便操劳，岳姨娘代管中馈，虽然她是贪财了一些，但是我父亲待母亲不是郎君听到的那样，对我的吃穿用度也很上心，外面那些闲言碎语。 做不得主，我跟你说，外面传的可有鼻子有眼的。你谁家没有牙齿碰嘴唇的时候呀？就比如说你们顾家吧，公公婆婆开明大度，处事得体，还不是有你这种离经叛道的逆子？哎，说的还挺有道理。从来没见过你这种人，居然管自己的亲爹叫糟老头子。这不很正常吗？他急了还管我叫兔崽子呢。 可他是爹，你是儿子。那怎么了？我也不是一直都叫他糟老头子，他正常的时候就叫爹。但他要是做了缺德事，那叫一声也没什么。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。这话我可不同意啊！那如果是当爹的这杀人放火、作奸放科，我是还得捧着他、夸着他，说他做的对，我觉得父母也得值得孝顺才行。 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样的言论，但很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无法反驳，是不是？我不想同你扯这些荒唐话，反正你记住，到了我家少说话，尽量表现出对我好就是了。好，为了我那7日假，我努力。